趁着国庆节带着孩子回了一趟我的老家重庆四川。去机场的车上，到机场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从武汉到重庆只需要1.5个小时的飞机。现在我们到机场了，因为那个座位呢要等10分钟，我们俩才有挨在一起的座位，所以咱们这里等一下。现在我们已经托运好行李了，开始要走了。拜拜，说拜拜，拜拜。十月份的天气真好。第二次坐飞机的宝贝，牵着妈妈的小可爱，没事，和我表弟一起玩球，自来熟的宝贝，可乐伊，你在看什么呀？鱼，哇，有几条鱼，还有什么呀？小乌龟，是不是？小乌龟，小龟龟，咦，可乐伊看妈妈，妈妈这里呢。在小区里到处走走，参加一个高中同学的婚礼，从高中到研究生毕业到工作，再步入婚礼的殿堂，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。园博园的门口，重庆的火锅最好吃了。待了7天，坐飞机回武汉了。 Hello, Hello. This is Chloe's family. Hello, 我们之前有几个月没有拍视频的，今天呢特意来到了就是武汉的园博园。我们之前也有来过这里，但是呢孩子还小。这个投影在地上的图案很有特色呀，所以来逛一下，来看一下明天的视频吧。 OK, so let's see to visit the park expert today. Chloe, how are you? Say hello, say hello. Hell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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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. 逛完了就到午饭时间了，买点面条吃。 Chloe 很活泼。今天我们和另外就是一家朋友在这里来玩，现在我们先到这里等一下，然后再进去。然后呢 Chloe 就很开心，最近大家觉得是不是长大了呀？也已经新的发型，看一下。喂，胃口很好的宝贝。Hello? 最近很多人都说他懂事了。Hello? What's your name? 看我给你们表演吃播吧。爸爸听不懂啊。Okay, you like the tree? Oh, it's very nice. Yeah. Okay, you can give a hug? You can hug the tree? Mm-hmm. Yes. 可以。一个原味鸡蛋挞，一个2022的蛋挞冰淇淋，加两个甜。马上要变成泥娃娃了。你们觉得今天没有去花不会去来这里会不后悔？不会不会。对。哎 ，breathe it, breathe it。咕咕。咕咕。Chloe, dis bonjour, say. Okay. Ah, vous voyez, on a déjà fait un. Le temps passe très vite. C'est stupide, en fait, ça m'oblige à pédaler aussi. Chloe, fais coucou, Chloe. Chloe. Jasu, Wawan, Jasu! Jasu, regarde la route! Allez, fais tutut, il y a des gens là! Allez!
OK? 我跟你妈说，看他爸的车，看他的车。奶奶，